回到家已经好几天了，今天的第一天跟姥姥还有妹妹妈妈出去吃饭。姥姥呢平时在家基本上不出门，今天出门难得一见，所以我一定要跟着去，希望吃顿好的。能带上吗？行吗？就是这样的。你看，你就往前拉一下。你试一下，你拉一下这个。留一些人。这儿，来。是吧？姥姥平时不怎么出门，出门也是直接坐车。没事，我这挺好。今天吃什么？行吗？这儿坐吧，这边啊，坐。鸟窝上面。小心头。把口罩戴。啊，这边这个吃过吗？之前你看门口那人没有？今天人还不多。这边这边，我妈在前面。姥姥，你以前在这儿吃过吗？这是啥地方？没来过，那就没来过。行了，我去。坐这儿吧，坐这儿吧。在门口看到一些喝醉的那种，就像是领导之间那种巴结。哎，你好，免费菜单。好，谢谢。还有什么？哇！在这拿，这是他那个送餐具的时候，就是这。我们在这个餐厅吃饭的时候，他的碗有一个是裂的，直接开两半了。这个呢是碳烤的，特别香。就是放在两个道具。很好硬，特别硬。Come on, shoot.这家高档餐厅的厕所竟然没有灯，灯是暗的。幸亏我带手机。哈哈，What the fuck? 搞什么呀这个？搞什么？来转转，前面都是肉。来，来来。就吃了这个马蹄，你感觉吃完饭没感觉？这马蹄是帮助你乳糖的吗？吃个饭还湿身呢。妈，他那厕所没灯，然后洗手池那么往外喷水，一锤子买卖。
so close before. You were to be mine.大家看我的眉毛，就是不论是我妈妈也好，还有很多网友，还有我朋友也是，我的眉毛缺了一截，这个也不怪我。后来我一直不把它当回事，但是呢，今天老妈说一定要带我去一个地方去把这个眉毛修一修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修。我刚开始是反感的，但是后来熬不过了，老妈只好跟着她去了，说把眉毛稍微调整一下，希望不要太疼就行了，去看看吧。发现国内的垃圾是不分类的，应该分类。呀，我调成对焦的。哎，为什么转不动？好了，转了的。先拍一下你现在的。各位观众，现在我是这个，刮了点眉毛，准备开始设计一下。来吧。真漂亮，是真漂亮，不是夸你漂亮，是真漂亮。天生的，没有动过什么。这种鼻子可以服气呢。今天晚上我将会变一个样。紧张吗？紧张。你别动头了，别动头。你要说话，紧张吗？挺紧张。马上坐起来就不紧张了，有感觉吗？没有。对。哎呀，今天大放学，然后我们全家这个过年的这个，你别了，没了。今天呢，大家可能觉得我什么事都没有做，但我却做了一件最大最大的事情，就是完成了妈妈的一个小小的心愿。从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到初中，到高中，到大学，妈妈对我的眉毛的那个眉形就特别不满意，就叨叨着说什么时候能把它给修一修，一直没有管。最近这几天呢，家里人也老说我的眉毛，其实我对这种东西特别反感，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假的东西，做出来的东西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也算是鼓足了勇气，然后在这种小小的经济压力下，完成了妈妈的一个小小心愿，以后她再也不会说我的眉毛。但这不是我想要的，大家懂得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花点时间回到工作上。